自从俄罗斯从去年二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后，俄军真实伤亡人数一直是莫斯科守口如瓶的秘密之一。但如今这个秘密呢，却被乌克兰无情地揭开了。根据乌国防部最新统计，俄罗斯士兵的伤亡人数已经高达25万人。虽然大家也都知道俄军拉胯，但这个人数啊也实在是太拉了。为什么俄军的伤亡人数这么高？咱们接着往下看。2023年2月，对前线的俄军而言是最黑暗的一个月，每天近1000人的伤亡给前线士兵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英国情报部门透露，在二月份的前两周，俄军每天的伤亡平均值高达824人，是去年6到7月的4倍。如此巨大的伤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大因素呢是俄军随着战争的进行，开始向前线派遣动员兵。动员兵军事素质的参差不齐，自然会增加其战场伤亡率。但俄罗斯显然也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动员兵在上战场后呢，都会被派往堑壕进行简单的填线工作，而那些真正需要攻坚的地方，俄军才会出动正规军或者精锐部队。但相比于此前占领巴赫穆特的瓦格纳和四处救火的威迪威，俄罗斯正规军的存在感就显得十分薄弱了。这是由于俄军兵团改革并不理想。2013年后，俄军把之前的大的兵团逐渐地改为以营级作战单位的小兵团作战。这种作战方式呢，能让俄军在小规模的治安战中打出世界第二强国的风采。但若是将其放在全面战争上，就有些不够看了。我们从俄乌战场上俄军的发挥就能看出来。他们既失去了以前俄军大规模集团作战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又受限于后勤，失去了小兵团作战的灵活机动，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最终呢，只能放弃继续进攻乌克兰，转而开始巩固现有的占领土地防线。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不仅有助于俄军降低作战成本，也有利于稳固如今的控制区域。而除了正规军之外呢，伤亡同样惨重的莫过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随着战局的僵持，这导致俄军在乌的基础作战部队消耗过大，这就导致了那些前线步兵数量短缺。为了维持进攻强度，俄军被迫将自家精锐的特战旅当成是普通步兵塞进步战车里冲锋，使其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俄军之所以这么做，还是受限于军费，毕竟一年军费也就那么多，却还要养着百万军队和核弹，在正规军前线打不出成果的时候，就只能让特种部队顶上。美国官员就曾评估，俄罗斯指挥官有些过度依赖特种部队，导致这类部队呢已经被列为前线步兵班制。同时，美国情报调查结果专家还发现，在去年战争爆发时，俄罗斯由于想要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导致俄高阶官员不顾传统，直接命令精锐部队，比如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呢，也随之投入战役。但他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部队在一开战呢，就因为各种原因被迅速削弱，这也导致俄国使用秘密战术部队支持传统作战行动的能力严重受限了。其实俄指挥官的这种举措在某些时期还是能起到正面效果的，比如一些区域的反击和撤退行动，这些精锐单位就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军心的作用。但长久来看呢，这仍然是一场军事灾难，因为过快的消耗速度超出了这些单位的伤亡承受能力，导致内部战斗经验的丧失。如果单一特战士兵的训练需要4年的话，重建这些特战单位的时间可能就要10年之久。在美国泄露的文件里呢，有这样一组图片，显示了俄军第22特战旅的驻地变化。前面一张卫星图片拍摄于2021年11月，入侵开始前几个月，驻扎地里呢是停满了各种作战车辆，显示部队处于相对较好的满员状态。后一张则拍摄于该部队于一年后回国时驻地内的车辆，还不到之前的一半，显示此时22旅处于极端的损耗状态。这些文件中呢没有指出估计有多少特种部队士兵在乌克兰阵亡或者受伤，但这些资料援引截获的情报评估，俄第346旅几乎全军覆没，部署的900人中只剩125人活跃。此外呢，这些活着回国的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比部署前减少了超过一半。
第22独立特种部队旅以及另外两个特种部队旅减员率估计在 90% 到 95% 之间。文件称呢，严重的人员和设备损失可以解释为何没有他们返回驻地的明确情报迹象。另外还有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呢，就是155海军步兵旅。在这几乎被全歼的部队中呢，还有俄罗斯的第14特战旅的成员。而这次失败呢，也导致14旅旅长谢尔盖·波里亚科夫上校被乌军击毙，该旅自身的伤亡也非常惨重。除此之外，同样属于高级兵种的空降兵也是类似局面。隶属俄国防部的红星电视台最近发布了俄军空降兵司令特普林斯基上将在空降兵日向空降兵致敬的视频。特普林斯基上将透露，俄罗斯空降兵在这场一年半的特别军事行动中，有大约8500名空降兵受伤，43名空降兵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3万名空降兵获得了国家奖章。最重要的是，有5000多名受伤的空降兵在治疗后重返了前线。但这个说法呢，很快遭到了俄国内的质疑，并且引发广泛讨论，以至于红星电视台很快就删除了视频，并且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展开了同样动作。现在在俄罗斯网络上已经很难找到相关视频了。英国国防部倒是回应了特普林斯基上将的说法。英国防部称，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2022年部署到乌克兰的3万名俄空降兵中，至少有 50% 的伤亡。虽然在战争前期，威地威部队在第一时间就夺取了重要的安东诺夫机场，但却很快被后续赶来的乌军击退。到了3月2号，俄政府再度向哈尔科夫市区派出散兵，而尴尬的是，那会儿的哈尔科夫前几天刚进行了争夺战，下边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有枪口盯着的，再加上哈尔科夫市区建筑林立，几乎没有扔重装备散将的地方，这些没有重型装备的散兵下场，那可想而知了。而在这次之后，无论是赫尔松争夺战还是后来的巴赫穆特围城战，俄军都会第一时间将威地威派往这些热点地区。前者的结果不用大兵多说，威地威呢，在来到巴赫穆特后更是直接被当成了普通士兵上去填线，从而导致其被轮战的乌军士兵大量消耗。而之所以导致俄军伤亡如此惨重的原因，炮兵部队要背一部分的锅了。尽管俄军的炮兵部队每天都会消耗大量弹药，导致俄国内的兵工厂不得不昼夜连轴转的生产，但其取得的成果却并不如乌军炮兵。我们都知道，炮战可以说是自俄乌开战后最重要的一环了。按道理来讲，火炮数量众多的俄罗斯怎么着也能和乌克兰的炮战中占据上风吧，但结果却是拥有至少6000门火炮的俄军和拥有2400门左右的乌军打得有来有回。在乌军挨过最艰苦的前夕呢，迎来北约各种火炮后，更是能在炮战中压着俄罗斯打。很多人都会将这方面的原因归功于北约武器的强大，但除了武器之外呢，更强大的还是使用武器的人。早在2014年，反炮击作战就已经作为乌东冲突的重要课题摆在了乌克兰指挥官的桌面上。在过去的顿巴斯冲突中，面对准备充分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炮兵很少是处于优势地位。但8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长到他们已经研究并且总结出了一套完善的用于对付俄罗斯炮兵的作战方法。现在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吹嘘自己拥有这方面的一切，如何发现，如何修正，如何摧毁。而俄罗斯呢，则在8年之后走到了原本竞争对手的后面去。俄罗斯军队目前 70% 的新设备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反炮兵作战能力，比如绍伊古提到的那款能够和海马斯抗衡的 2S7M 自行火炮，却连一款精确制导弹药都没有。是的，俄罗斯的确在2020年就说过要为该火炮研发一款精确制导弹药用于反炮兵作战，但3年过去了，俄炮兵却依然没有见到这款装备。没有精确制导弹药的火炮想要反掉海马斯，这无疑需要巨大的运气。至于那个听起来性能十分科幻的 1B76 超现代生热双信号复合探测雷达，更是从未在俄国防部的采购清单上出现。至于目前俄军方使用最为广泛的动物园反炮兵雷达，在被乌军俘虏后却迎来了狠狠的嘲讽。乌军呢，将这款雷达和自家的动物园2做了比较，发现俄军的雷达看起来啊，还像是那么回事。只可惜的是啊，从2002年至今，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购买这款优秀的雷达。
而且由于这款雷达的研制时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它对于155毫米榴弹炮的最大探测距离只有25公里，这个指标放在今天啊，属于完全不够看的。另外，随着战争的进行，俄军那些原本的自行火炮也被消耗得越来越多，使其只能开始使用较为笨重的牵引式火炮，这也导致俄炮兵的机动性和反应能力越来越差。乌克兰则由于深厚北约的援助，使其能够在炮战中具备快打快撤、机动灵活的优点。同时，经过信息化改造的乌军炮兵也能用平板电脑获得无人机等侦察平台提供的目标数据，完全可以在俄军炮兵反应过来之前将其或者前沿部队消灭。当然，现代战争主要打的还是立体作战，空军呢在其中往往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只让炮兵一家背锅。俄罗斯的空天军也有不小的问题。俄空天军在俄军进攻乌克兰满一个月时，俄空天军呢曾经宣布已经完全摧毁乌空军，掌握战场制空权。但尴尬的是，这一天仍然有乌空军战机出勤。不过战争前期的空天军呢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开战后的几天内，俄空天军对乌展开了规模最大的固定翼飞机打击行动，乌克兰地面防空被俄战机完全压制。虽然这段时间内啊，乌军战机对俄空天军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乌克兰也是损失惨重。而进入到三月后，由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多个盟国在美国批准下向乌克兰援助了大量的毒刺导弹，以及乌军自己也增加了机动部署的地面防空火力，乌克兰战机被动的局面便迅速被打破。此时呢，俄空天军彻底失去了在乌军控制领空内自由行动的能力，俄空天军的战略轰炸也开始受到严重的限制，这也导致俄罗斯后来只能使用代价高昂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来代替固定翼飞机轰炸。至于效果嘛，有些朋友应该清楚，从开战到现在，这些导弹攻击并没有对乌军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后来随着双方战事继续僵持，以及北约防空系统的加入，空天军的威慑力也越来越小，就连后来在俄军的数次大撤退中也很难看到空天军为己方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的身影，并且俄罗斯的加油机数量也难以满足俄战机的空中加油需求，使其无法进行远程高强度作战。另外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乌军的防空导弹系统基本都是分散化部署，这算是让俄空天军提着拳头也不知道往哪儿打。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鲜有提到的战地医疗体系。通过这组对比图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俄乌两军的急救包的差距。而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更是有俄联邦战术医院的医生爆料称，在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并没有搭建良好的战地医疗体系，有许多伤员本可以活下来，却因为错误的医疗问题而死亡了。另外还有一部分伤员由于不会使用止血带而引发坏死，导致截肢。虽然早在开战初期，俄罗斯就在白俄、卢顿两州征用了不少医院，但这些呢却依然不够。据了解，由于俄军士兵的伤亡逐步上升，俄罗斯的战地医院床位数量也翻了一倍，但这仍然不够。目前俄军在前线遇到的主要医疗问题呢，是官兵们缺乏足够的急救培训，而且无法迅速地将伤员送到医院。而相比于俄罗斯，乌克兰呢则更加注重战地医疗。作为被攻击的一方，乌克兰的伤亡同样也不在少数，毕竟乌军的火炮数量和弹药都要低于俄军。但与俄军不同的是啊，乌军无论是军医还是那些前往北约国家受训的军人，在其接受标准的训练中呢，战地急救就是主要内容之一。乌克兰采用的北约现行的四级救治阶梯，分为战术、战役、战略三个区域。战术区呢，主要是自救、互救、院前救治及营连级医疗救治机构，具有全面救治能力及专科救治能力，位于战役区；而具有更高级救治及康复能力的乌克兰或海外救治机构，则位于战略区。而这些伤员的运送大都是依靠军地救护车、火车、直升机及固定翼飞机。另外，由于乌克兰的铁路比较发达，重伤者从战场上下来后，往往会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在战场上，优秀的军事医疗往往意味着能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换句话说，拥有更好医疗的军队可以带来更多的战力和凝聚力。
受伤的士兵可以得到治疗，并且返回他们的单位。当你知道你和你的战友会在生病或者受伤时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也将使得你更愿意去战斗和冒险。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